索尔学习，一切都是能量。我们在此表达我们的感谢和鼓励，你们的集体意识正在发生转变。在你们每天每时每刻的经历中，你们可能没有察觉到这种转变。你们关注的是物质身体的维护和存续，以及有关你们日常生活和责任的活动。在这场交流中，我们想邀请你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扩展你们的观点，即你们可以作为一个用心的见证者来观察你们的维度和集体意识。此刻，把你们的评判和恐惧，以及你们个人的程序化的观点放在一边，你们会觉察到某些事情正在以相当大的规模发生。你们的星球正处于灵性觉醒的过程中。当你们开始注意并关注更大的事态发展时，你们就会意识到，确实有某些事情正在发生。大多数的转变和变革都是微妙的，并且已经发生了很多年。然而，这些转变现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你们正在观察女性能量的上升，走上前来，畅所欲言，现身在领导岗位上。越来越多的地球行者个体正在觉醒，并认识到他们不仅仅是自己的物质身体。他们在自己的行为和对当前事件的反应中，迎来一个新的认知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灵性修行、有意识的练习感到好奇。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维护他人的权利。集体当中有一种脉动，一种涌动，催促着每一个个体醒来。个人密码被激活了，古老的神圣传统的模式也复活了，被编织到个人如何与能量和量磁场相关，并对这二者造成影响的觉悟中。有些人正在觉醒，意识到他们远远不只是自己所认为的那个人。他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维存有，他们也认识到实相是一个想法，实相是一个粒子，实相是一种波。这些存有们正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驾驭能量。他们开始用更多爱的意识来塑造和雕琢能量。他们正在设想、想象和呼唤新的实相。通常，当个人甚至整个集体经历强烈的压力、混乱、动荡、暴力、恐怖主义或极端恐惧时，其内部会突然发生一种意识的转变和觉醒。这种意识的转变可能伴随着内部和外部的骚动和混乱。你们正在目睹你们星球上的外部骚动和混乱，因为旧的模式和信念正在受到质疑或威胁。旧的局限性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正在受到质疑。人类正在觉醒，并推动反对旧范式中有限的不平等的信念。这里提醒你们一下，要记住，你们所反对的，你们所抵制的将会持续下去。当一个新的范式在集体中形成时，旧范式的能量似乎变得更强，就好像知道它即将被淘汰一样。因此，你们个人能够帮助这种脉动、这股觉醒的浪潮的最好和最深刻的方式，是运用你们作为真正的炼金术士的创造性力量和能力，并转化负面的、不合格的能量。练习运用你们的想象力、你们的力量，去设想一个更美好、更充实的世界，去把握你们的意图的力量。记住，一切保持不变是一种幻觉。要认识到你们的实相总是在不断变化中，每一刻都是崭新的，为铭刻上新的内容而做好了准备。有意识的，甚至无意识的旧习惯、僵化的信念，告诉焕然一新的能量，你们在特定的实相中所期望的是什么。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积极地创造他们生活于其中、
相信自己存在于其中的实相。不管你们相信与否，科学和灵性正在现实中融合，量子物理定律正在通过你们而运作。你们和你们的集体拥有绝佳的机会来锚定、促进以及欢迎真理。这些真理是新范式的第一声回响，它正在变得愈加明显。几个世纪以来，万物合一的灵性觉知一直作为一种理念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现在科学领域正在揭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真理。想一想纠缠和非定域性这两个概念，记住，当两个粒子或两个个体通过量子场紧密相连时，就会发生纠缠，以至于一个粒子或个体可以瞬间与另一个不在同一区域内的粒子或个体连结，即使二者相距甚远。我们认识到这个概念和现象目前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但是它在量子力学的科学领域被接受了。这意味着粒子之间或两个个体之间的物理距离无关紧要。这一认知会给你们的关于什么是可能的想法带来一种量子跃迁。研究开始表明，物质世界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物质，现实其实是一种幻象。你们被能量包围着，一切都是能量。再说一遍，一切都是能量。第三维度是由能量的振动和频率创造的。你们的物质身体和大脑被设计成与这个能量信息场域交互作用，并将信息转移为经验。你们是正在经历这场生而为人大探险的能量存有。当你们承认这个真相，并有意识地与你们的能量自我、你们的神圣自我合作时，你们就进入了一种强大的创造之境。为了能够理解这一点，你们需要改变你们对宇宙的看法，把你们自己看作一名神圣的创造者。你们在这个疆域和维度中与其他神圣创造者一起玩耍。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你们意识到并承认，无论你们以思想、情感或语言的形式发出什么样的能量，它都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显化出来。这一认知将赋予你们力量，使你们能够在能量层面上加入其他觉醒的、有意识的存有，无论他们的物理位置如何，也使你们能够持有一种愿景和意图，关于一个平衡的世界，一个尊重自然、尊重一切存有的世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使用意图的力量和语言的能量来影响实质事件的结果。研究表明，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祈祷或冥想，专注于某个结果时，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关于这一认知，最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当个体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时，或者当一群人聚精会神地聚在一起时，他们有力量发起转变。你们可以，也确实影响着能量场。由于你们的星球正面临着气候不稳定、战争和经济差距等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你们的星球上，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比此时更有利于集体进入其自身之内的更高潜力疆域。这种实践从内在开始，然后汇入更大的社区之中，在你们周围的世界里创造出一种量子转变。我们邀请你们记住，你们有绝佳的机会来锚定、推动并欢迎正在被召唤出来的新范式的第一声回响和出现。我们尊敬你们，并承认你们是创造者。召唤我们以及其他非物质的光之存有来支持你们这项了不起的工作。